恩典365，一年365天，我们天天活在上帝的恩典祝福里面。怎么样进到上帝荣耀的祝福呢？我们从约书亚记来找到许多属灵的原则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，我知道上帝要这样做，原则上是这样的，但是我有一些我的想法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，却不喜欢照上帝的做事的法则。上帝做事有一些法则的，好像以色列人要攻耶利哥的时候很有意思，我读一段经文给你听。在6章第10节说，约书亚吩咐百姓，你们不可以呼喊，不可以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以出你们的口，然后呢，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你们才可以呼喊。这句话有两段，前面半段讲说不可以出声，后面半段讲说要大声的呼喊。但是这个过程是什么？过程是神有他做事的一个法则，什么时候该安静，什么时候该出声，神是有次序的神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， 我觉得在整个侍奉神跟随主的过程里面，很多时候被上帝修理都是，我也觉得我做的事都是上帝你说的，可是我可不可以有点我自己的小聪明呢？觉得前面绕那几圈的时候得要出一点声音，不然的话对方万一突然冲出来怎么办呢？那个时候其实要出一点声音嘛，这个阵阵军威嘛。那个时候虽然在绕城，但是其实应该敲锣打鼓，好像吓吓他们，不然安安静静这样走，人家觉得我们在干什么，万一冲出来我们又不能回首，那怎么得了？就前面出点声音没什么关系嘛，至于后来最后一天要攻城的时候才应该安静，那个时候应该要出其不备，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我们都没有声音，然后时候到了忽然就冲进去了，哇，那个比较容易赢。我觉得我有我的逻辑啊，我也是这样做嘛，你叫我绕我就绕，你叫我第一天绕我就绕一圈，你叫我6天都绕一圈我就绕6天，到第7天要绕7圈我也愿意绕7圈，然后有的时候该说话，有的时候该安静，我也都是。只是我有一些我的想法，你是说前面安静后面要大声，我觉得其实比较聪明的方法是前面要出声后面要安静。我不知道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事，就常跟神在那里 argue 说，主啊，我觉得你的想法蛮好了，但是如果稍微修正一下会更聪明一些。但是主常常对我说，寇少恩，你自以为聪明，我向你要的不是做事的方法，我向你要的只是一个全然的顺服。什么叫顺服呢？顺服不是有一部分我认同的我听你的，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我有疑虑的照我自己的，这不叫顺服，那只是你找到一些跟你想法一样的方式而已嘛。顺服是什么？是整个的方法跟我想的根本不一样，我觉得应该这样，可是上帝你怎么说那样，那么我要做一个决定，我放下我觉得我应该听你的，这才叫顺服。我再说，顺服不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找到一部分我认同的我跟你，至于其他的我还是觉得我要照我自己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其实从头到尾都是照我自己的吗？从头到尾都是照我自己的，前面半段我认同神的就是我的，后面半段我不认同神的还是照我的。我求主帮助我们。约书亚也在面对这样的事，当年的以色列的百姓都在面对这样的事，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人不认同这样的方法，觉得这个方法很怪。可是所有的以色列兵丁都在面对一件事，我要不要放下我的想法？你说前面不出声好了，我就不出声，你说后面要大声喊叫我就大声喊叫。求主帮助我们在顺服里面经验你蒙极大的祝福。我们很喜欢讲这句话，顺服就蒙福，但是求主让我们看见那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起祷告。主，我求你帮助我们一生学顺服的工作，愿今天的话说在我们的心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基督徒一生学顺服的工作，上帝祝福你。
Thank you.